三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我想穿一下看好不好看啊？虽然感觉是比较弱的。不错哎，好看，可惜弱，烂装还是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观嘛，外观也是很重要的。这关好累人，一直在推门，门又每一个都中了要死，真的是哦。有东西还捡呢、欸，是哪里啊？非常黏，现在三十泥巴浴，那该不会等一下，那该不会是巨人的排泄物之类的吧？不要这样想，这样太恶了。水山滚一下，洗干净。藏，底下还藏东西。被打中了。那我觉得麻烦的是这个。这边麻烦是它里面还有住东西，两边去逛一下，那个渔火就是我看不到。先去把巨人打掉，那个地上会有东西就真的蛮麻烦的。为什么要叫我念个渔火？不，它真的是巨人的屎尿，我现在还要再踏进去一次。刚才把巨人。突然，先把巨人引出来。哇，被踩到了。对手太大、啊，
先把小怪引出来，减少敌人。嗯，这个地区捏鱼火有一个 NPC 可以打，打来赢了有一套好装备。那打不赢呢？哎，到底是哪？你上次也跟我说有一个地区可以捏鱼火、啊，结果那时候捏下去什么都没有。详细位置。我掉冰箱，比较有效率一点。好，听完了。去学咒术啊！我没有点智力，我学咒术有用吗？哦，我现在有发新舌头，我可以去改。还要等等，所以是在我现在这个位置捏吗？这个广场上捏，还是我刚刚走下去那边那个楼梯走下去之后捏？不知道。打王再回去，好啊，那我先去打王好了。我现在把那个血瓶不是说很多。这种打法不想赢，我想赢，好不好？
我要带飞刀啊！我剩下，但我只剩下两只了。要拖人是吧？哇！比较怕那一只大剑士的，把飞刀丢掉了，我在干嘛？是卡关死啊，打不过去啊。你们都不会死这么多次吗？这么难打耶。没有，没有飞刀可以用了。先去采升降机。我找找升降机的位置。有升降梯可以踩啊，对面吗？这里吗？这里有。那我就可以用那个萤火去记录了，太棒了。DLC 大家说我还没破完，就破得慢没。
只有后面三关才卡这么厉害。好恐怖！啊，掉！我试试看，看会不会被围殴。如果不会的话，我就不要在这理那个骑士。可以可以进去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金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